这场旅程，我们从一斗木棉开始，在众多岭南画派画家的笔下，木棉可谓顶流。木棉入画，画下岭南半边春色，一身风骨。75岁的陈永锵也是木棉的超级粉丝，他用勾田等笔法画出了木棉新姿态。昂扬英雄气，磊落君子风。我是木棉树下长大孩子，我认为它能最体现岭南人的这种精神：开放、包容、务实、创新。下载 N 视频 APP，N 种方式打开世界。